大家好，这里是休息喵上班，继续我们这个怕不怕趴喵爸爸，就很明确的，我们就是今天玩这个五六关，光看缩图我就觉得挺可爱的。不过我也相信我不会一次就过，所以我们一定可以看到今天的猫猫长怎么样。这是合理的，这一坨是合理的。嘟嘟嘟嘟！哎呀，那个鬼鬼，那个鬼也太容易了吧！就我这次没有鬼了。差一个，差了一个，这个居然是没有问题的。然后这个没有那个笑的话，那也是没有问题。这是一只猫猫，猫猫，果然没问题，还要点一下猫猫，那个我哈哈好不？QQ 就 combo 呢。不合理的地方，哪里不合理呢？除了那几只小鬼龟挺容易的，我就其他的看起来我真的是不懂。好可怕！那笑得也太可怕了吧！哎呦，不可以熬夜。现在又刚好农历七月，他用阿飘飘也凑太多数了吧？哦，猫咪是因为头顶上会出现这个吗？好。走着瞧，哦，那没有问题哦，好，你说的算，差一个，我应该就是差这一个。哪里看起来不合理的地方呢？哦，懂。这一根不合理吼。我们再来一次啊！我们这个确定是，如果能够这一关简单的全过，我们就回过头去看看，我是不是又100趴了？没有，还差一个。差了一个，到底差了哪一个？那种乍看合理，实际不合理的地方，就是刚像刚这种甜筒，那
真的让人没有发觉耶，我觉得，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，他完全的藏匿于其中，而让人玩，哎，哎，两根烟囱是正常的，哦，好，我以为有可能不正常说。OK。听起来真的是好可爱，真的好可爱。真的就是会被那种可爱的东西给吸引，然后买一堆五味博味回家，然后买回家之后才在那边想说，我干嘛买？我何必买？我到底在想什么？可是那个当下真的很开心，我家里有这样大量的被称为是垃圾的东西，唉，说多都是泪。到底有哪里是不合理的？我觉得看起来好像挺合理的，到底是哪里不合理的？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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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就缺了一个。甜筒也点了，啊，飘飘们也都点了，那到底缺哪里呀、啊？那里看起来诡异诡异，不合理。以他们的定义，这些看起来，不要讲看起来，就是我实际都点过了，都没有反应啊，其实。不是这里。我说，台风天也。我上这支片的时候，肯定是台风天。你不知道，那是台，我都会觉得说台湾这边是不是有什么不可思议的现象恐惧？这已经好多好多好多年。没有台风进来，然后，唉，算了啦，有台风也是好事。毕竟这是之前曾文一直喊说缺水，后来这几个台风光外围环流就已经爆炸了，所以也不错啦，没败啦，没败啦吼。当然我厉害啊！现在问题是我就是差这么一个，到底缺哪里？还有哪里看起来诡异诡异的呢？这看起来像兔子，没有，这是完全就是随便乱掰的。找到了，应该就是这个了。真是谢了，原来是他倒插了。我一直会看到他，但是我真的是。一直都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，这就是他厉害的地方。他真的就很完美的隐藏起来，然后没事，你真的会没注意。
OK，他的图真的是蛮可爱的，我说整个画风我很喜欢。好了，再来这个六，哦，真的好可爱哦。你上面有眼睛，反而是正常。哦，这是乌鸦。金苹果，那个火果然不正常。家里把自己给锁起来。这里不对。看看别处，我的话术真不厉害的吗？哎，这真是的我最后新两编个，制的药方，想不想来一瓶？哔哩哔哩干杯，想变大还是缩小？你这是从这里上看起来，你有点胖哦。我发现底下有东西。Hello，手手。哎，刚刚哦，刚刚那些笑脸是错的，好，我理解了，谢谢。阿里嘎多呢？这是什么？刚刚那个长得有一点点像双节棍一样的东西，那到底是什么？哈哈哈，还差一个。这些我反而觉得它应该没什么大问题。我就是在乱点，怎样咬我啊？哎，我现在发现它有两只尾巴。刚刚那个也太莫名其妙了吧！嘿嘿，你是没办法给我好看的。还有三个没有点到，OK，真是没有想到，居然是在几个这样子的地方。好的。一哦。那是会滴下来变绿色的。这一次的尾巴只有一条，所以应该正常。所以是这一个红色的眼睛。这个绿色这个东西，这只眼睛。这一个，走着瞧是没用的呢。哎呀，啦啦啦啦啦啦，
啦啦啦啦，再瞧。啦啦啦啦。奇怪，到底是差哪里呀？刚刚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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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出现了，出现了，出现了！我刚刚没有找到的地方，给我兜一块起来就有问题。哎呀，他也好烂啊！反正他还有哪里看起来是不合理的地方。这乍看之下好像都。乍看之下，我还真是看不出什么差别来。就差一个，好，就是差我现在缺少的这一个，有哪里看起来不对劲吗？有哪里看起来不对劲吗？嘿，就这些看起来都挺正常的啊，脚下也没什么特别的东西。这里不对，就是在乱点吧。没有哪里看起来会非常的不合理。诶，刚刚那一把扫帚是不是有突出去？找到了，好像还差一个。不是我走运。哎咻！你真的超好笑的。
这次不是我走运了，拜托。可是我刚刚我记得我有点过这个，所以是因为我点的不够明确，所以他觉得我可能是在乱点的过程中不小心误触而已。到底还有没有？没有了。没有就没有啊。哎，我这样才点得到。OK。它的配色真的蛮好看的，不过就是有一种有一点点那种颗粒感，不过我蛮喜欢这种颜色的感觉。OK 啦，那我们这个怕不怕趴喵爸爸的五和六就这么全部解完啦，我后面还有四关，我的天。OK 啦，总之今天就先到这啦，这里是先不要下班，请记得观看，谢谢。